黑剑401与白剑401实车到店咯。这次就来帮大家简单介绍这两台双生车款有什么不同吧。想了解车款详细介绍的车友，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连结观看之前制作的影片。黑剑401走的是 Scrambler 风格，配置的是稍高的越野把手，油箱上多了设计感十足的货架，并使用越野多功能胎，藉此散发粗犷的气息。白剑则是融合进咖啡 Racer 的元素，使用更具跑格的分离把设计，油箱上方并没有配置货架，搭配的是导路用性能胎，诠释出英伦复古跑车的气息。大家喜欢哪种风格呢？目前黑剑白剑都有现车在店，有兴趣的车友欢迎来店赏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